本期影视飓风的 NAB 之旅，由爱图仕影像器材赞助播出。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难道世界上还有比把一只一只袜子对成一双一双的袜子更麻烦的事情吗？好，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新的一期影视飓风。那么现在你们看到我的房间可能是我搬到这里以后最乱的一次，但是我必须要在晚上12点之前把所有东西全部收拾好，但现在已经晚上9点21分了，我还没有把东西装好，还没有收拾好，烦，动作太慢。其实从刚才开始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在哪几支镜头好，到现在还没有决定，到底是在适马的这支18-35F1.8 呢，还是我现在装在机身上面的这支适马24-35F2。总算搞定。好，那么现在我这边这个时间是12点整。哦，和我计划所想的一样，总算是按时把这个任务全部完成了。但是，我现在还有一点软件需要这个要做这些传输啊什么比较麻烦，所以说还得先把我所有的素材从我这台大的电脑上面转到这台笔记本上面，然后才能够睡觉，所以说还会再迟一点，不过基本上12点半之前可以保证睡觉。那么就没啥说了，明天再见。
那么现在是洛杉矶时间晚上10点钟，然后在我着陆之后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让我非常蛋疼的问题，那就是我的银行卡被冻住了啊。那么这个就当给各位的一个建议，就是不管在任何时候一定要在身上带一点现金，不管现在科技怎么发达都要带一点现金。如果说今天没有我的朋友来帮我的话，那我很有可能今天就在机场睡觉了，但是我所有的现金全部都被冻住，所以说我必须得想办法明天赶快去银行把我所有的这个钱给解锁，否则的话那我很有可能我的整个行程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今天感觉又累又难受又蛋疼，总的来说就是还是得快点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啊。那么我们还是明天赶紧再见，今天非常累，我还是赶快洗个澡。不过唯一一点让我觉得比较惊喜的就是我没想到这个房间会这么大，本来我订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图片我以为是很小的一个房间，结果发现这个房间居然这么大，而且价格很便宜啊，所以说这算是唯一一件好事，这么大一个床可是只有我一个人睡。